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掀波。Yo， what up？ 啊，我是喇喇猴，还记得我吗？记得我吗？记得看过我的电影杂志？我好像没有电影杂志不 ？Anyway， 今天呢，我喇喇猴就 take over Fashion Boy 的 channel。啊，原因是这样的，我看他上一集那个淘宝开箱文，讲什么最 real， 史上最中肯，巴拉到死，哎哟，不会好好介绍东西的哦，那边押韵，这样厉害 rap， 去参加中国有嘻哈啦，不是有个中国有嘻哈来马来西亚选的吗？这不接他去参加不？我真觉得 cannot 啦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会把他做这个淘宝开箱文不？OK， 现在就让我这个最 real 的喇喇猴来给你介绍今天第一个产品。我这个嘛是一件短裤，跟我现在穿这有什么分别哦？难怪直接给妈妈屌啦，买那东西一模一样，都有个好像 off white 这样的 tag 哦，请勿剪断，停止退还，而且有一个很美的这个 tag 咯，你看哇，你看。这件裤子啊，不买多少钱啊，该贵就贵在这个 tag 罢了。我穿一下啊。男人穿裤子就要穿长一点啊，像我这样就不能穿短裤哦，太短哦，等下东西掉出来啊，我们要收进去，不然那女生告我们性骚扰嘛，是不是？好，下一个。哇，哎，这个嘛是一个有 Mr. 铁环的西装裤哦，感觉上是不错啦。哇，布料蛮舒服一下的不？车工也不错。给啊，终于买了一个像样一点的东西啦，来试下穿看怎么 feel 先。哇，哎，很合身不？刚刚好啊，看到没有？又不会看到我矮矮这样哦。哇，哎，都只是那个裤头还没有好啦，裤头。是我扣不到啊，扣不到。来，对，下一个。下一个没有这个，摸起来就很厚这样啊，好像一个麻袋这样啊。啊，颜色呢，我就觉得还蛮潮一下啦，就很看意外，这种颜色啊，那种土色。如果飞仙妈妈看到这件啊，肯定讲像个麻包袋的不？但是 a wise man once said， don'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。OK， 我现在就试给你们看吧。哇，这个按摩哎喂，它够松这样子。啊，飞仙妈也讲我带着大屌走路的吗？哇，这个好咯，它可以收着我大屌这样 ，OK， 很舒服啊，下面。OK， 还有两件呢、啊。这个东西很熟啊，哦，好像是吴亦凡穿过的这个。Fashion Boy， 你整天讲我，现在我也会讲你啦。你没有听过人帅吴亦凡，人丑看到你背后都觉得很烦咩？哎呦，哎，但是哦，啊哈，我就撑得起吧，我穿给你看。你玩我啊？感觉好像我去 MS 这样啊！现在不买什么你的 Fashion Boy， 整天给骂，怪不得。OK， 现在最后一件。啊，终于有点像样了。林北就最喜欢这很 classy 的东西，你看，哇，这种极 high class， 就像那种啊 Gucci 的感觉啊！哦哟。但是它就随在那个车工好像没有很美啦，还好啦，这可以叫妈妈剪掉，嗯，给来试穿一下。哇，什么鬼？哇，这个东西啊，不懂什么问题哦。哎呀，一穿下去哦，都穿不进两秒，它就外面刺，很像 Fashion Boy 的一件衣服啊。他有买过那个外套哦，二手店买回来的。然后不懂为什么一穿在整身就在那边刺，那个毛是刺的，对吗？根本就穿不进去了。所以我记得穿那件外套的时候是要穿多一件衣服啊。但
娘，这裤子我只要穿多一件再穿。我知道了，这个裤子不是给你平时这样穿的，这个裤子是愚人节用的，拿来送给朋友，懂没有？哈。买五件，只有两件可以穿，难怪整天给妈妈啊，哎呦。然后这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啦，我是觉得我做的比 fashion boy 好看啦，你觉得好看没有？啊，好看的话就懂啦哈，就分享两次，看个八次，看到你爱上我啦啦好为止。然后就 like， 哎，我没有 page， 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不用 like， 不用 share 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好了，哎呀，拜拜，走了，很忙的嘛我。我跟你讲，这个 fashion boy 哦，那边牙。乱买，飞仙妈已经把他搞到上天花板了，他还是不会停的，还是买到一大堆这样子，还买没位置放，要放去我的橱里面了。然后啊，那边他讲我什么人帅王家耳，人丑穿什么的耳，你就耳啊，车拉是王家。然后又讲我什么，撑得起权志龙，撑不起大耳龙，龙一把打到你龙耳龙。所以今天我要给你懂，你穿得起的东西，我一样可以穿得起不？